贪欲的过患。那么今天讲第三个，以比喻来说明贪欲的过患。贪欲深中苦，海多腹里少，如比拖车身，唯得速可超啊。在这里用一个比喻的方法来说，我们世间当中的这个贪欲啊，就是危害相当多，利益很少的，就像是那个乘客呢，就是拉车的时候啊，就拉车的时候，路上如果遇到这个草，他想吃一颗的话，得的利益很少，危害相当多的意思。回过头来想想的时候呢，就是当时他为恼就是吃一颗草，整个这个自己的捶打树上乃至这个死亡的这些痛苦呢，就是值不值得，就是我们也可以观察。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漫长道路上的话呢，许许多多的这个人呢，为恼一瞬间的世间的余秒的暗的，而就是坏坏了就是自己的解脱的这种明根。那么自己的这种解脱的真正的这个长远的目标呢，就是全部都是被这个摧坏的。所以我们实践当中的话呢，就是确实也是千千万万的人呢，就是就根本不知道就是自己的这个人生啊，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价值，就一直呢就是一味的这个贪着，一直呢就是追求这个就是自己的这种目标，就是盲目的就是去这个追逐，就是那这是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合理的。表面上看到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觉得活得有意义，活得很开心，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自己这个所行所向啊，就是全部都是这个背道而驰，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怜。因此呢，就我们实践当中的这个贪欲一起来的话呢，那么就是很多的这种痛苦呢，就是自然而然会获得的。而这个如果是处于一种这个少欲当中啊，就是自助少欲里面当中的话呢，那么就是身心都会这个获得自在的。因此这个佛陀呢，就是在那个八大这个人聚记呢，就是经当中的是这样讲的，就是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啊，就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死的这种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些极大的痛苦和疲劳呢，全部是以贪欲而这个升起的。而这个身心自在的这种快乐呢，就是从这个自助少欲，就是不追求贪欲的这种境界里面啊，这个出来的。因此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应该这样这个想，就是追逐这个贪欲呢，到底有没有实在的这个意义，大家应该这个心里面就是想，现在实践人呢，真的就是不求这个来世，就只是眼前的这个财力呢，就是积极的去这个寻找，就是盲目的去这个奔波啊。就是佛陀在这个因缘品里面也是讲了，说是这个愚者呢，就是为这个财会不寻求来世。
个下曼的这种人士呢，就是讲这个道理，比拟既为薄，谁除不难得，唯比清骨重，今回下满身。那么刚才前面也讲了，就是像那个世间当中的这些贪欲啊，就是依靠这个财力啊，依靠这个就是一些这个不尽心啊，就是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获得的这个快乐呢，其实是相当的这个微不足道的，就是非常这个微薄的。但这样的这个微薄的这种快乐呢，不要说说我们具有这个高超智慧的人啊，就是甚至我们就是平时呢，人们都觉得是低等动物的旁生，就是牲畜啊，他们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可以共享的，就是不是特别这个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为呢，就是获得就是世间的这些利益而辛勤这个就是劳作，就辛勤这个操劳的话呢，像这些众生是真的是太可怜了。就是他们呢，明明就是知道是这个人生是非常难得，而以这些就是没有这个意义的事情呢，就是全部这个摧毁了自己具有这个十八种下满的这个难得的像如意宝那样的人生，就所以非常不值得。就大家呢，应该就是值得这个深思。我们知道这个世间当中的话呢，很多旁生也是实际上呢，比如说这个积累财产啊，或者说是对这个与他的这个疑心的这种这个贪爱啊，就这些行为呢，就是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困难的，就是对他们来讲是有一定的这种本领啊，有一定的这种高超的这种技术，就是所以说。有时候呢，就是旁生界所做到的这些事情呢，就是人们呢，就是自己认为是自己就是特别有这种智慧，就其实呢也并不是这样。真正的这个安乐的话呢，就是恐怕也是不会得到的。我们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享受的游乐的这种快乐的话呢，那么就是一个瑜伽师就是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坐禅的这种安乐啊，就是无漏的这种安乐相比较起来的话呢，那么就是1%、1000%也是比不上就是他的这种快乐。
主语中快灭，谈笔一多多月，为此顺息了许久，逆见困。那么我们这个时间当中的话呢，就是应该可以这样这个说啊，就是很多的这种这个痛苦啊，就是全部都是来源于就是这个贪欲，也就是说呢，就是一切的这个贪欲呢，就是快乐，就这些呢，就是最后都是会毁灭的。而且贪执他们呢很容易这个堕落，为了一瞬间呢这种快乐，就最后呢就是在千百万劫当中地狱里面这个受苦是非常不值得的一次。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时间当中，不管是你这个干出什么样的这个快乐，即使呢就是受到了这个这个专论网的这种快乐的话呢，那么最后呢这个一瞬间当中也是这个会毁灭的就是没有这个任何这个可靠性的。大家呢就是也知道，就是世间的一切这个乐处的话呢，就是最终也是会毁灭的。龙猛菩萨也说了，就是世间一切的唯苦被变毁，就是世间当中的一切这个快乐呢，就是全部都是最后呢，就是以这个痛苦来，就是把它这个会这个毁灭的，就是也说是没有就是任何这个可靠的。再就是呢就是这样的这种贪欲啊，就是贪欲的最后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在地狱当中，在恶鬼当中，在旁生当中呢，就是继续这个受苦。这样的这个受苦的来源呢，就是以前这个享受过快乐，但最后呢，就是一定会是会毁灭的，就是是这样的一种规律而这个导致的。阿含经里面，就是阿含经里面呢也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讲呢，就是说是那个积聚众善力，从高必堕落，回合众善力，有生无不死，有生无不死，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们这个积聚的呢，就是最后会这个灭尽的，高的呢就是最后会堕落的，而回合呢就是最后一定会是善力，这有生呢就是最后这个生机必死吧，就是所谓的这个四种变来，就是因此做整个这个世间的一切这个万物。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的人们呢，就是认为是一种这个快乐，其实这个快乐的真正的本体就是去我们去剖析，我们如果去剖析的话呢，那么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可靠的，很有可能就是现在的这些的所谓的这些贪欲啊，就是最后呢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轮回当中呢数无量的这个痛。
比捆千万分编著成佛道，愚者叫菩萨苦多无菩提，就是那么就刚才前面也讲了，就是我们世间的这个追求的贪心啊，世间的这些快乐呢，一点这个意义和结果都是没有的，一点这个意义都没有的，因为他的这种这个痛苦的，我们世间当中这个追求的这些痛苦的千分之万分之一的话呢，如果我们用在这个佛道方面呢，就是用到这个佛道方面的话呢，那么就是即便可这个诸就能够这个就是成为这个诸成佛的这个因缘啊，就成佛的因缘。即便是没有成佛的话呢，就最低也是得到啊，就是我们不会转入到三恶趣当中啊，就是会得到这种把握。就是、可是呢，我们世间人们的话呢，就是拼命的日日夜夜的，也可以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寻求就是世间的快乐，而真的用的这个学佛方面的话呢，就是用的世间的，特别是真正我们这个吸取这个佛果的这种这个修行的境界，都不要说是连那个吸取一种声闻阿罗汉的这种无我的这个境界呢，就是也是没有的，没有的。那么现在人们呢，就是如果真的把这个时间用在这方面的话，那就是那肯定就是这个比修行就是还更多的快乐呢，就是会得到的。这种修行当中的痛苦数大的话呢，那1%的是不会的，但四种呢，就是这些众生呢、就漂泊在轮回当中，没有获得就是真正的殊胜菩萨果位。所以呢，就是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怜了，就是整天都是就是在这样这个就是忙忙碌碌当中而这个度日子。
受这个痛苦呢，就是无法这个比，就是现在这个这个贪欲这个所得来的痛苦跟那个我们实践当中就是确实是比较可怕的这些痛苦，如果比较起来的话呢，就是没办法就是代替的意思。思维地狱苦是指住于患，住于患非多兵器或先敌所能力。那么我们应该就是深深的思维，就是所谓这个贪心的这种果报。那么贪心呢，就是他最后得来的这个地狱恶鬼旁生的无量的这种痛苦，而且时间也极其的漫长，就是千百万劫就是在里面这个受苦。他的这个程度的话呢，就像这个亲友书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我们这个300个人这个刺至这个断毛，就是刺至一个人的身上的这种痛苦呢，连这个地狱的轻微的痛苦呢，就是也无法这个相提并论的。因此说呢，我们知道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贪欲啊，它所带来的这个祸害，它所带来的这个过患的话呢，我们世界上的最可怕的任何一个这种灾难和危害呢，就是无法这个相比的。这个佛子相会经里面呢，就是也讲了很多的这个比喻，就是所谓的这个贪欲呢，就是比如说那个毒液啊，就是毒液啊，还有这个宝剑呐，以及呢就是冰河、猛火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比喻。然后那个。光专眼睛呢，就是光专眼睛当中呢，也讲了就是这方面的这个比喻，就是所以我们应该就是知道实践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痛苦的来源呢，就是可以这样说，就是以这个贪欲而生的。以前那个一些这个古大德就是修行的这些人们的话呢，就是都经常这样讲的，世间诸苦患皆由贪欲生。
今天讲第三个以比喻来说明贪欲的过患。贪欲生中苦，还多富力少，如比拖车生，唯得速可超啊。
这里用一个比喻的方法来说，我们世间当中的这个贪欲啊，就是危害相当多，利益很少的，就像是那个乘客呢，就是拉车的时候啊，就拉车的时候，路上如果遇到这个草，他想吃一个的话，得的利益很少，危害相当多的意思。回过头来想想的时候呢，就是当时他为恼就是吃一口草，整个这个自己的捶打树上乃至这个死亡的这些痛苦呢，就是值不值得，就是我们也可以观察。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漫长道路上的话呢，许许多多的这个人呢，为恼一瞬间的世间的余秒的暗的，而就是坏坏了就是自己的解脱的这种明根。那么自己的这种解脱的真正的这个长远的目标呢，就是全部都是被这个摧坏的。说我们实践当中的话呢，就是确实也是千千万万的人呢，就是就根本不知道就是自己的这个人生啊，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价值，就一直呢就是一味的这个贪着，一直呢就是追求这个就是自己的这种目标，就是盲目的就是去这个追逐，就是那这是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合理的。表面上看到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觉得活得有意义，活得很开心，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自己这个所行所向啊，就是全部都是这个背道而驰，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怜。因此呢，就我们实践当中的这个贪欲一起来的话呢，那么就是很多的这种痛苦呢，就是自然而然会获得的。而这个如果是处于一种这个少欲当中啊，就是自住少欲里面当中的话呢，那么就是身心都会这个获得自在的。因此这个佛陀呢，就是在那个八大这个人聚记呢，就是经当中的是这样讲的，就是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啊，就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死的这种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些极大的痛苦和疲劳呢，全部是以贪欲而这个升起的。而这个身心自在的这种快乐呢，就是从这个自助少欲，就是不追求贪欲的这种境界里面啊，这个出来的。因此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应该这样这个想，就是追逐这个贪欲呢，到底有没有实在的这个意义，大家应该这个心里面就是想，现在实践人呢，真的就是不求这个来世，就只是眼前的这个财力呢，就是积极的去这个寻找，就是盲目的去这个奔波啊。就是佛陀在这个因缘品里面也是讲呢，说是这个愚者呢，就是为这个财会不寻求来世。
个夏曼的这种人士呢，就是讲这个道理。比拟既为薄，谁除不难得？唯比清骨重，今回夏满身。那么刚才前面也讲了，就是像那个世间当中的这些贪欲啊，就是依靠这个财力啊，依靠这个就是一些这个不尽心呐，就是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获得的这个快乐呢，其实是相当的这个微不足道的，就是非常这个微薄的。但这样的这个微薄的这种快乐呢，不要说我们具有这个高超智慧的人啊，就是甚至我们就是平时呢，人们都觉得是低等动物的旁生，就是牲畜啊，他们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可以共享的，就是不是特别这个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为呢，就是获得就是世间的这些利益而进行这个就是劳作，就进行这个操劳的话呢，像这些众生是真的是太可怜了。就是他们呢，明明就是知道是这个人生是非常难得，而以这些就是没有这个意义的事情呢，就是全部这个摧毁了自己具有这个十八种下满的这个难得的像如意宝那样的人生，就所以非常不值得。就大家呢应该就是值得这个深思。我们知道这个世间当中的话呢，很多旁生也是实际上呢比如说这个积累财产啊，或者说是对这个与他的这个疑心的这种这个贪爱啊，就这些行为呢，就是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困难的，就是对他们来讲是有一定的这种本领啊，有一定的这种高超的这种技术，就是所以说有时候呢，就是旁生界所做到的这些事情呢，就是人们呢，就是自己认为是自己就是特别有这种智慧，就其实呢也并不是这样。真正的这个安乐的话呢，就是恐怕也是不会得到的。我们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享受的游乐的这种快乐的话呢，那么就是一个瑜伽师就是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坐禅的这种安乐啊，就是无漏的这种安乐相比较起来的话呢，那么就是1%、1000%也是比不上就是他的这种快乐。
主语中快也，谈笔一多多月，为此顺息了许久，历艰困。那么我们这个实践当中的话呢，就是应该可以这样这个说啊，就是很多的这种这个痛苦啊，就是全部都是来源于就是这个贪欲，也就是说呢，就是一切的这个贪欲呢，就是快乐，就这些呢，就是最后都是会毁灭的，而且贪执他们呢很容易这个堕落，为了以瞬间呢这种快乐，就最后呢就是在千百万劫当中地狱里面这个受苦是非常不值得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实践当中，不管是你这个干出什么样的这个快乐，即使呢就是受到了这个这个专论王的这种快乐的话呢，那么最后呢这个一瞬间当中也是这个会毁灭的啊，就是没有这个任何这个可靠性的。大家呢就是也知道，就是世间的一切这个乐处的话呢，就是最终也是会毁灭的。龙猛菩萨也说了，就是世间一切的唯苦被变毁，就是世间当中的一切这个快乐呢，就是全部都是最后呢，就是以这个痛苦来，就是把它这个毁灭的，就是也说是没有就是任何这个可靠的。再就是呢，就是这样的这种贪欲啊，就是贪欲的最后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在地狱当中，在恶鬼当中，在旁生当中呢，就是继续这个受苦。这样的这个受苦的来源呢，就是以前这个享受过快乐，但最后呢，就是一定会是会毁灭的，就是是这样的一种规律而这个导致的。阿含经里面，就是阿含经里面呢也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讲呢，就是说是那个积聚众善力，从高必堕落，回合众善力，有生无不色，有生无不色，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们这个积聚的呢，就是最后会这个灭尽的，高的呢就是最后会堕落的，而回合呢就是最后一定会是善力，这有生呢就是最后这个生机必死吧，就是所谓的这个四种变来，就是因此做整个这个世间的一切这个万物。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的人们呢，就是认为是一种这个快乐，其实这个快乐的真正的本体就是去我们去剖析，我们如果去剖析的话呢，那么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可靠的，很有可能就是现在的这些的所谓的这些贪欲啊，就是最后呢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轮回当中呢数无量的这个痛。
比捆千万分，编著成佛道。愚者叫菩萨，苦多无菩提。就是那么就刚才前面也讲了，就是我们世间的这个追求的贪心啊，世间的这些快乐呢，一点这个意义和结果都是没有的，一点这个意义都没有的。因为他的这种这个痛苦的，我们世间当中这个追求的这些痛苦的千分之万分之一的话呢，如果我们用在这个佛道方面呢，就是用到这个佛道方面的话呢，那么就是即便可这个诸就能够这个就是成为这个诸成佛的这个因缘啊，就成佛的因缘。即便是没有成佛的话呢，就最低也是得到啊，就是我们不会转入到三恶趣当中啊，就是会得到这种把握。就是、可是呢，我们世间人们的话呢，就是拼命的日日夜夜的，也可以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寻求就是世间的快乐，而真的用的这个学佛方面的话呢，就是用的世间的，特别是真正我们这个吸求这个佛果的这种这个修行的境界，都不要说是连那个吸求一种声闻阿罗汉的这种无我的这个境界呢，就是也是没有的，没有的。那么现在人们呢，就是如果真的把这个时间用在这方面的话，那就是那肯定就是这个比修行就是还更多的快乐，那就是会得到的。这种修行当中的痛苦受到的话呢，那1%的是不会的，但四种呢，就是这些众生呢、就漂泊在轮回当中，没有获得就是真正的殊胜菩萨果位。所以呢，就是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怜了，就是整天都是就是在这样这个就是忙忙碌碌当中而这个度日子。
受这个痛苦呢，就是无法这个比，就是现在这个这个贪欲这个所得来的痛苦跟那个我们实践当中就是确实是比较可怕的这些痛苦，如果比较起来的话呢，就是没办法就是代替的意思。思维地狱苦失之助于患助于患非多兵器或先敌所能力。那么我们应该就是深深的思维，就是所谓这个贪心的这种果报。那么贪心呢，就是他最后得来的这个地狱恶鬼旁生的无量的这种痛苦，而且时间也极其的漫长，就是千百万劫就是在里面这个受苦。他的这个程度的话呢，就像这个亲友说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我们这个300个人这个刺之这个断毛，就是刺之一个人的身上的这种痛苦呢，连这个地狱的轻微的痛苦呢，就是也无法这个相提并论的。因此说呢，我们知道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贪欲啊，它所带来的这个祸害，它所带来的这个过患的话呢，我们世界上的最可怕的任何一个这种灾难和危害呢，就是无法这个相比的。这个佛子相会经里面呢，就是也讲了很多的这个比喻，就是所谓的这个贪欲呢，就是比如说那个毒液啊，就是毒液啊，还有这个宝剑呐，以及呢就是冰河猛火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比喻。然后那个。光专眼睛呢，就是光专眼睛当中呢也讲了就是这方面的这个比喻，就是所以我们应该就是知道实践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痛苦的来源呢，就是可以这样说，就是以这个贪欲而生的。以前那个一些这个古大德就是修行的这些人们的话呢，就是都经常这样讲的，世间诸苦患皆由贪欲生。
Bandarangara Banasodardhan